这是已经交付入住20年的小区吗？ 万科城市花园是万科地产进驻长春投建的第一个楼盘，曾经的它也经受时光的侵蚀，照明系统逐渐昏暗，地库路面越发破损，社区街道也逐渐坑洼。可如今走进这里，却一点都看不出岁月的痕迹。接下来，我们去探访一下这里逆龄生长的秘密吧，走了。